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晶，欢迎收看今日新历六月二日公视台语台一播新闻。五日节假期，国道塞无休，有学者考虑建议用车牌双骑号落去分，甚至讲要先登记才通上高速公路。登去日本验出致病查某学生，靠直接去123个民众，目前拢验无病毒，过来过验血清的抗体。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讲全世界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下礼拜就会超过1000万人。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伫咧建议讲，因为日本迄个查某学生来台湾读书四月日，倒转去煞验出患着武汉肺炎，但上届好是地方的诊所，人人拢有技术随检验病毒，安尼生染病患者才会无地走险。啊，另外含迄个查某学生靠直接的123个民众，但是拢总验无病毒，指挥中心讲，过来还阁会过验血清的抗体。台湾已经超过两个月无武汉肺炎本土病例，严格定义却传出有日本留学生到台湾留学四个月，回去日本的时阵被检出阳性确诊，和外界质疑感染源伫台湾。对此，有医师认为，这显示国内社区也是有传播的风险，建议基层诊所应该有筛检能力，就像流感有快筛试剂，只要发现基础病例，就当随抓出来。只要医生想要做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帮他这个病人做做看是不是新冠肺炎的感染，而且这个检查结果也很快能够知道，所以一般是需要类似快筛的东西。吴立斌表示，新冠病毒潜伏在社区，所以建议北中南东四个区域应该定期抽样，对居民抽血验抗原抗体，了解整体感染率。那讲阳性率提升，都代表传播风险升高。另外，境外防止是近期针对高风险区域来台者进行 PCR 核酸检测，加上抗原抗体检测。最保险的筛检方法，当然就是做核酸加抗体，两个一起做呢。如果能够在20分钟知道结果的话，那这样对这个防疫是非常有帮助的。吴立斌强调，在武汉肺炎疫苗研发上市前，民众只会当靠戴洗手、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来做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到今仔的半四点，国道五号已经连续塞30点钟。研究交通的专家就指出讲，因为这回传染症禁太久，啊，正经开放佚佗，阁也袂当出国，无怪讲资本小偷车店的办法用袂行。建议看敢要考虑用车牌双骑号落去分，甚至讲都要先登记才会当上高速。啊，若无行中秋时，嘛同款是会塞即行的。五日节连假，国道大塞车，尤其是公路南港、北仑、罗南路段，正做国道停车场。连续塞车30点钟，恐惊创下史上上塞车的纪录。对大塞车，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说：“是爱民众做一个正确的用路人。”那不要在尖峰时间，在特定的路段自己要去塞，那我觉得做一个聪明的用路人，那能够趋吉避凶。以往出游呢，可以兵分两路，一个是到国外旅游，一个是在国内旅游。可是现在国外没办法旅游的话，全部集中在国内旅游，比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传统的交管措施能够控管的交通量的这样子的情境呢，超过很多。学者认为，安尼车流量一定会塞车，建议交通部应该阁推出阁较严格交通疏导措施。啊，若无刷落来中秋连假塞车30点钟的情形，恐惊一个发生。采用车牌的单双号来做分流，如果更严格的话呢，必须要采用预约上路。公路路南时速差不多40公里，按算下晡4点塞车情形开始解读，暗过下晡3点过后就会出现北返的车潮。北上的部分大概是下午3点开始就会有拥塞的北返的车潮出现，大概是到晚上10点左右，北上的车潮会逐渐的疏解。高雄局表示，公路塞车情形史上真罕见。过去南港头城路段行程时间差不多是24分钟，连假第一天平均要用58分钟，差不多是2倍时间。建议用路人今仔日、明仔两天北返要注意路况，避开车侪较塞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湾电力公司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兴土炭迄只二号的发电机，昨日开落去碰，去予台中市环保局罚金200万，阁要求停工。啊，毋过台电这边是无照办，环保局呾嘛甲台电负责下令人员送罚单。总是台电议员强调讲，市府的处分则是违法。热天时电真欠，机台则会震动，啊嘛袂去影响到空气的品质。
温度也差不多啊。台中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在副局长陈宏毅的带队之下，29号会到第二届针对中火预后期重新启动来稽查。这个确定已经烧煤，而且并联发电。所以，我们之前来看的时候是401度了，是？不会哦，是我们在2点多的时候就400多度了。台中市环保局副局长飞去的二号机的烟道观测点，确定有烟流。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无遵守24号稽查了二零零港的要求，无排除会进行第二届的开发。但是嘛，依照空法，函送下令点火负责人，不用司法来解决争议。在下午4点01分，他就投煤，亲自到70公尺高左右的烟囱去确认二号机的烟囱确实有烟流，会依照空法，除了处分之外啊，我们也会函送负责人。台中市环保局第27号暗头针对中火二号机以柴油来点火，已经做出了第一届200万的裁罚，面对可能接续的罚款，台中环境中心、台中市政府违法开发，而且也指出台中的空气品质无变了较歹，目前有下侪用电的需求。台中市环保局再次到台中电厂稽查，并再度的扬言开罚。台电除了重申台中市环保局的违法处置之外，把空污的问题全部怪罪到台中电厂身上。中火的二号机运转，夏季的空品一样良好。中火二号机重新启动了，运转七级发电来到了95.327%，奖金满载，发电量524.300万瓦。台电指出，台中市政府的采罚费用已经叫环保署来撤销，恢复原始可证的效力。中火二号机重新启动是合乎法律的规定，针对市府已经开出了罚单，将会提出行政救济，而且考虑申请国赔。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中美洲的瓜地马拉，迄国有媒体报出讲，台湾按算要援助6000万的美金，啊，就是台币17亿外，予因建设病院。当然，外交部这边也表示，即阵两国的政府还佫伫咧谈合，时机若到，就会宣布结果。过去捌派驻美国的陈锡环外交官嘛讲，当然毋是地对苏联的落地啊落去，助战人建设，佮对邦交有利者，相信是拢合理。2017年，总统蔡英文访问瓜地马拉，当地侨胞是热烈欢迎。去年十月，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也亲身来台湾，表明会徛伫台湾这一边，加速台湾向坚定友邦。这几年来，台湾甲瓜地马拉互动真好。根据瓜地马拉当地媒体报道，贾迈代宣布台湾会捐6000万美金协助扩建罗斯福病院。考量其实目前台湾跟瓜地马拉的两国政府仍在设双边的合作计划进行磋商当中，本案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由双方的政府正式的对外公布相关的结果。两国的合作是聚焦在防疫这个议题上面。外交部表示，援助瓜地马拉扩建病院案件正在参详当中，会在适当时机由双边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也看瓜地马拉疫情需求调整两国双边合作项目。这几年来，台湾对瓜地马拉援助政策，2020年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已经捐17万片嘴安医疗器材和泡面，也进行医术人员训练和中小企业辅导。2019年，捐100米1000吨，加提升德亚产业计划。经过私人途径上了这个政客口袋那种，就是医院、新建机场，要是我们认为就是有利于他们国家国计民生，有利于两国邦交的，我们能力范围可及的，就是 project by project， 这个没有问题。前外交官陈锡环表示，透过正式外交管道，政府对政府体系以及丢失病院、公共建设这计划进行关注，只要不是无清楚预算，留下私人的钱袋啊，拢是属于正常外交援助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讲，全世界染到武汉肺炎的病例，下礼拜按算就会超过1000万人。原因就是欧洲和美国一挂地头病情搁在咧热。英国才刚宣布7月初要解除管制令，尔民众这两日煞到未堪得热，烧钱去海边，目水要误落。撇到海埔啊地头的议会发布重大事件的消息，要求证人唔通搁再集做话，都要赶紧四散。香港二个新增加14个确诊病例，也新增加一位55个系死亡病例。佢5月底喺菲律宾因为中风入住当地医院，今个星期二坐医疗专机抵港，送咗去马加烈医院，同日确诊。佢之后情况转差，并且出现败血病，去到今日凌晨1点半离世。其他14件确诊病例都是境外输入，
香港已经十二天无出现本土案例，目前也过真侪香港人留伫咧疫情较严重的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加孟加拉。港府估计，伫这波南亚回流潮结束之前，境外涉猎案件也是继续增加。来看英国，音乐声乒乒叫，海沙坡顶拢是民众伫咧耍水，拢无顾社交距离。英格兰的温度连续两天超过摄氏33度。如果早起九点开始，南部的多塞特郡古罗的海沙坡人愈来愈多，一道博茂斯议会阁宣布重大事件应验，希望民众赶紧离开。当地议长讲，这么多人无负责任的行为，让人真担心，也叫大家迈过来啊。虽然警察有到现场，但过人这么多也无法度。人多感染风险高，而且大家拢乱停车、乱扔垃圾。英国政府宣布，自即个初四开始，限令会搁再放令，社交距离缩短到一公尺，酒吧、餐厅也开始营业。因个民众的警觉性降低，恐怕搁发生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临时将警告，后礼拜确诊人口会超过千万。美国疾管中心也讲，全国包括不感染、加无症感染的民众，大概占总人口的3%到5%，就是1600万到2600万之间。日本第五是通报82的确诊病例，其中东京48例，大部分拢跟夜生活有关系。在日本放松入境的限制了，病例数可能也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发布讲，昨新增加13宗病例，其中11个国内小儿病症的患者，拢是伫咧北京市去染着的。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传染病事件发生较大，计共已经有280个病人诊断确定。尤其内底一对翁仔某，敢若是捌含染病患者出入同一间公用的化妆间尔，就去喂着病了。所以我们推断，他可能是因为去了这个游乐厕所，感染的这个新冠病毒。根据中国媒体报道，6个20个确诊病例内面有2例是北京天鹤楼超市二楼美食店的头家，因是一对翁仔某，并无新发地接触史，因此北京一条另外开始调查，尾仔才锁定不出现过确诊病人的所在。是从新发地市场商户关联到与新发地商户密切接触的玉泉东市场商户，再关联到玉泉东市场商户居住的永定路70号院，最终关联到去70号院上卫生间的烤肉拌饭店老板。根据疾控人员的分析，这两位病例是新发地市场患者的三手传播。北京自从发生新一波疫情了，一直到2号，总共新增加280个确诊。其中，中国的卫健委统计，2号新增加的13例，其中11例本土病例拢来自北京。不过，官员依然坚持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另外，根据央视的报道，北京市所属的病人员总共72000多人，已经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全部拢是阴性。中国专家认为，目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通透过消化道传播。所以，伫市场的肉、卵、鱼拢会当安心买。我们建议在购买食物时，尽量不要去接触，这是生鱼、生肉。在日常处理、烹饪、食用食品过程中，应该注意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因为是疫情的源头武汉，不被封锁超过2个月，即马武汉几啊路虽然一切恢复正常，但过当地民众的言论自由，敢那受到更加严格管控。有外国记者伫咧武汉做采访时阵，甲受访者见面，就便衣警察伫咧地，又阁驾车动来，不让因离开，并且要求卖阁翕啊。显示中国当局希望透过用言论管控，甲武汉树立正侪抗疫胜利的里程碑。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法国出名的巴黎铁塔，头尾已经封锁104天，无接待旅客去行达，总也经伫咧6月25日重新开放了。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关上久的一回。虽然巴黎铁塔有够欢迎人入去参观，啊，不过电梯嘛也袂当坐，旅客也得爱照约束，挂嘴烟，保持社交的距离。工作人员欢喜伫咧拍鼓庆祝迎接游客。法国巴黎真有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因为疫情关了3个多月以后，
总算伫咧六月二十五重新开放，游客挂嘴安排队，而且位置社交距离，照顺序入去内底参观。It's great because I never was in the Eiffel Tower, and it's our last day here, so we hope that we can do it, and it fits perfectly.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法国对三月实施封锁措施，埃菲尔铁塔就一直对外关104天，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上久的期间。考虑到防疫，铁塔的电梯以及顶层的观景台由原维持关起来。This is one of my dream to come to Paris and looking at Eiffel too. Yeah, this is one of my dreams come true. I decided in 3 hours to close the Eiffel Tower, but to reopen the Eiffel Tower, it was a big, big challenge. And with my team, we managed to do that. And now today, it's a day to enjoy, it's a day to relax. 瑞佛表示，铁塔关起来造成公司2700万欧元超代票9亿的损失，也不过目前也是严格限制游客的人数。铁塔顶站将会伫咧7月15重新开放，也不过一摆敢若会当有8个人同一个时间伫咧电梯内底。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政治的新消息，高雄市长补选本地拢聊讲是双边斗，尾手台湾民众党顶掉市议员5亿钱出来选，煞变作三卡都。但民进党提名陈其迈是划出要推动高雄的产业转型，和少年家有工作做。啊，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金是讲，伊会保留韩市长任内的好人才，也会提出无相像的新政策。温暖的笑容，欢喜的笑容。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陈其迈26号透早来到大社的果菜市场拜票，嘛是为着要见顶一摆选举支持伊到今麦的市长支持者大社阿妈。就算讲是5月节的连假，竞选团队为着要顾选票，都唔敢用的。假如有机会当选市长，好，那我一定会让。我们的青年的一个就业能够改变，像很多的这些大厂投资高雄的机会让高雄跟台南形成科技走廊以及对于这个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陈其迈拍出产业转型甲少年人的就业，就是欢乐代表民众党参选的吴益政伫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助选之下，少年人的选票会被抢走去。国民党的参选人李梅珍嘛，加紧脚步甲团队来研究要安怎救少年人的选票。对进前吴益政要求中央爱行800亿的统筹分配款，李梅珍伊认为，若要等中央报，不如家己来争取。在陈菊，然后在陈其迈的，他们都在中央哦，就是没有，已经没有替高雄争取到就是统筹分配款。那如果说益政哥他认为还在期待他们会给我们统筹分配款，那我觉得不如来支持梅珍，梅珍来努力，自己来争取最实在。这摆高雄市长补选受到罢免的前高雄市长谭国儒的名，犹原会被提起。陈其迈认为，国民党若是打算要把前市长的团队找回来，等于是没收6月6号的罢免结果。李梅珍澄清是要保留好的人才甲市政，但是嘛会推出无同款的新政策来面对选民。记者陈焕武、林昭冠、陈显坤高雄报道。因为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有讲，望民众驶车出门都要放较巧咧。那知影伫咧读都要走别条替换的道路。早起台北市郭文市长嘛承认，即句话是事实。佮再讲林部长含伊是好朋友，伊嘛歹势批评。啊，讲到家己所领导的台湾民众党要建高雄市长职局，郭市长嘛坦白讲，确实真恶病。台北结婚告不济开幕，台北市长郭文铁亲身出席，马化威欢迎大家来洗洗。后疫情时代各种活动陆续恢复正常，即届连续4天假期嘛出现报复式出游人潮，国道5号连续塞36点钟。交通部长林佳龙爱大家做一个巧的用路人，伊块批评郭文铁受访的时阵嘛讲是对的。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是对的啦，这个，哎呦，但是。我都听说国道已经5号已经塞几天了，塞2天了，所以我跟你讲，我一有看你知道吼，那个到宜兰的高铁一定会列为第一优先，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雪山隧道老是在塞车嘛。认同他的说法，补选的，我不是我认同他，好朋友不好意思批评他。郭文铁26号下晡要去屏东蛤蟆顶复选，伊坐高铁未烦恼红太低楼啊。但是除了这个乡长的补选，8月阁有高雄市长补选，再出拿立北三卡都的局面，面对民进党一定要克着。郭文铁这阵无好怕。我们选举当然是在选第一名嘛哦，不过在从要变成第一名之前，一定要先当到第二名，第二名再冲第一名嘛哦。所以不过老实讲哦，选举只有50天了哦，剩下50天。
而且老讲，民进党这一次是算是基础比较雄厚，毕竟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这么久，所以这是个很困难的选举了哈。近期民众党卖批评代志参选的文化，即马煞甲国民党推出的李梅珍同款，代表民众党参选的吴怡正嘛是现任的高雄市议员。国民党认为这个问题，伊也是主张爱发制化，必须爱提出来讨论。备受争议的阁有大巨蛋，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也了，大巨蛋无施工的日子，国民党坦白讲是 BOT 工程企业内底一个浪棒，爱做同案的处理。记者郭灿台北古台北报道。镜头刷落去来关心婚嫁男的消息。即阵婚姻观早当伫我当地咧收，啊，不过有诶农民伫我挂了，拢会直接伫田里烧稻草。即毋若讲乌烟会影响空气，阁会影响到照路经过人车诶视线。近来婚姻观环保局嘛加派卡手，阁配合空中翕相诶无人飞机落去查，已经掌握到29宗案件，大兴有开出3张1200元诶罚单了。放火烧稻草，产生一阵一阵诶白烟。唔呐，造成空气的污染，空气也影响到行车安全。近期是五年一期导致收挂机，但部分的农民收成后，放火来烧稻草。对此，五年县环保局表示，近期已经加派人力，各大会恐怕只来稽查开发。我们发现说，目前为止，农民在田间燃烧的行为还是非常普遍的哈。那在今年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查获了29件，那我们也相对的告发了3件哈。采罚1200元的一个罚款哦。云林县环保局表示，高温来烧稻草会破坏表土的微生物，而且过侪稻草灰，卖造成土壤酸化和肥力无均匀，各类农民将稻草切碎，各类大力土当作肥料，还是透过回收转做其他用途。稻草弄平，然后整理整一整，然后再灰料胖胖的，啊胖好了再用水来淹的，搁搞搞的安尼，然后直接就种了。我们是已经好多年没有烧了，政府在推广，更何况会罚。云林县环保局表示，107年全云林县稽查烧稻草317件，108年仅剩99件，但稻草烧挂机，同款有农民烧稻草行为，目前已经成立13人，另成存在小组和通报平台，来加强稽查。若现场无查到行为人，卖来插红旗警告翕相存证。来彻底改善烧稻草的情形。记者吴宁报道。再来讲，台南市一个国中3年的查某学生，伫咧教室内底，去学同学村卡家街道摔一个骨头断骨。学校这边却敢若通报是意外，无表明有同学截骨调工要降害。每次有市议员林彦祖出面要追查校长的责任。林议员甚至阁讲校长嘛逼手下去甲查某学生的阿哥讲情，甚至阁让别个议员找伊要甲代志说好煞。望教育局都要查明事实。台南市一名国三的女学生上课时阵，伫教室内面去予同学村卡来拐倒，造成正卡的胫骨断去。但是4月30号事发了后，校方是通报意外受伤，予家属是找上台南市议员林彦祖来陈情，指控学校暗藏霸凌的事件。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拢无收少问，今时也实在受害女学生家属的教职员爱去处理。意外受伤，没有写说，今天是有人给他绊倒的。那在家长在。他的认为就是说，学校的通报机制怎么会这样子？不过，校方甲女学生的姑姑是出面澄清，认定女学生真正是去用拐倒，但是真正是意外。于是后，校方嘛继续来关心，嘛愿意原谅拐人的学生。他是在接近这个男同学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点重心不稳。这时候过去的时候，他就勾到那个男同学勾起来的脚。所以，因为我们生教组长就是按照当时的状况跟目击者，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去判断呢，他就是校园意外的通报。当下就是真的是意外受伤啊。对啊，所以我说我也没有质疑，而且学校一开始第一时间他就有通报。老师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校长他会提供帮助，我觉得对我们家小朋友帮助很大。对于处理过程当中嘛，传出校方是刻意暗藏霸凌，佮透过其他的议员来关说，想要甲大事化小，校方嘛做出解说。那么校长的职责就是要赶快到我们的议员服务处去那边来做说明啊，因为林议员其实校长并不熟识，去怕太唐突，所以我就找了当地的议员，麻烦他带我一起前往。对此，但是教育局是讲会要求校方一礼拜内面是提出完整事实的说明，而校长、教师啊、教职员也会来查。记者郑宏达报道。
啊，这两日去花莲、台东度假的民众未少，首都的市内，咱都爱换唱台北今夜冷清清了。无怪讲台北市部分拢伫咧接待企业出张的生理人客，迄款商务型的旅馆，房间钱拢唔敢去。啊，花莲、台东旅社生理开始加也未少，有旅客讲对网络查落去，有诶饭店一站一暝都爱五六千。过一节连假第二天，为中南部到台北市旅游的民众，在旅馆内底慢慢享受早顿。连假到市区观光，看到倒来无塞车，甲人客人烦恼。对，但我想避开人潮啊，实在不想要人挤人。过一节连假，华东地区热门景点大爆满，甚至伫订房网站一房难求。有旅客观察到，华东有诶饭店一暗起价五六千块。反倒倒来，大台北地区的商务型旅馆，大部分还阁维持伫疫情期间的优惠水准，便宜很多啊，跟之前便宜很多。花东的部分差不多就五六千这样子，那台北这边可能就是超两三千啊，差蛮多的。因为现在台湾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出国，但是他是极度想要度假，所以在台北呢北部区域都是商务型的饭店，不是度假型为主，所以还是会有差别。新北市的商务旅馆业者也讲。上班节伫连假第一至天生意会较好，以各地来讲，市区观光未了，变未过中南部，而且未少大型的活动展览促销，真歹带动情调。双北的部分可能要像花东部分可能比较困难，而且房价都比去年大概跌了1000块。上班旅馆节竞争激烈，加上刚好一寒假挂只旅客，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在其的休息期间，台北各路市场是不是会当回温？业者也拢表示爱去看卖咧。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国内解除封锁令了后，头一摆连续休假，风景地区人阵车阵拢做一个溢出来。但即阵毛真侪民众换走对山来去露营，讲是因为空气好，含人阵的接触又搁较少，慢慢去闹热场所，伫咧人看人。游客客满，台东多良车站的观景平台以清清的海洋为背景，调整时间，迄火车开过去的上水画面。原住民提着将军啊，一个接着一个轮流争着小米，每将伊做成好食的麻糍。四周也拢是游客，同齐体验南势东青村的小米节。五日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台湾东部来真侪观光客。各景点拢予游客客甲杂通通，当地团员表示，游客回来比去年同期搁较侪，增加至少两成。超过之前的水准了吗？是有多很多了吼。对，忙忙不过来吼，忙哦。还可以，还可以。无想要到知名景点，人客人避免关注，也有民众选择往山区走，来到管理吵闹的山顶露营区露营。布棚伫户外搭好，也准备野外 barbecue， 巴肚野蛙烧烫烫的咸肉随棚上桌。囡仔除了会当伫草皮耍，也有官方的游泳池会当耍水。这一两天端午连假，观光客回流也很多。我们业者希望是也盼了很久。业者表示，疫情转好，五日节连假各地出现观光人潮。户外露营唔那是位伫山顶，空气流通，人群接触少，过一趟避开人客人的景点，也成了民众的另外一种选择。未少游客趁着浪棚，走向大自然，尽量放松。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咧传，虽然中国家己嘛曝光大道，啊，不过对台湾的威胁从来都唔捌动点。台湾唔那都要甲美国采买武器，加强国防的实力。军事的专家嘛指出，上届好是运用全民团结对抗病毒的气势，这才是国防的靠山。那么，做回来看公视台语台新闻的专题，后疫情新台湾。两栋两，两栋三，三栋两，执行。中国解放军在绿树时段演习，两支团讲是正式要攻台的主力部队，展现正强的火力。咱国七月要举办汉光36号演习，欢迎绿作战。
地区未中军事的对立侵权、军事战略的专家吴佳静指出，后疫情时期会有一年的时间，国际权力不稳定，互人夹伫咧两大强权中的台湾，爱出组合拳。这组合拳是，聪明的大陆政策，聪明的外交政策，加上一个踏实务实的国防建军，才能够顶住台湾这一片天。台湾伫咧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重要的战略地位，研究国防军事的中国台湾协会创办人吴怡龙表示，中国军事决定真紧，美国也着爱重新评估兵力结构。美国的军队必须跟他的盟友所有的安全伙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亚太地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最近也在重新研究他们的兵力结构应该长什么样子。蔡英文总统展开第二任任期的时阵，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台军售十八粒重型的飞雷。适度的国防预算的增加，不是只有买武器而已，不是只有发展不对称战力，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宣告，让美国放心，让大陆不冒进。比兵力有剩武器，台湾的规模拢无法度和中国竞争，必须发展无对称的战略。竞争本来就是用最有效、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竞争，不是说别人建一艘潜舰，我们就要建一艘潜舰。落实不对称的这个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最不对称的战力是什么呢？最不对称的战力是一个实质的后备的能力。台湾未来五到十年军事的挑战是真硬到，吴佳静指出，军队和大众都要有实战的准备。我们有全民参与的政治，我们也希望全民参与的国防，让所有的民众知道，如果今天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危机，不是靠几个人或者穿军服的人，还是要靠所有的国民。这边风雨就亲像是一摆公共卫生领域的战略演练，唔呐成功阻挡病毒侵入，台湾的民族认同也来到思想相关，全民的防疫意识和国防意识，都是国土安全上坚强的靠山。记者由郑张玉水台北报道。中国台湾中间搁夹一个香港，拍算这个月月底，中国政府就会通过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当然，消息讲参加反送中运动的一挂技术，纷纷拍算要走过来台湾。但香港就媒体咧报道，过去一冬上无已经有200个参加示威的人士坐船偷渡过台湾。目前偷渡的行情甚至喊甲台票381万。港版国安法立法就准备开始，中国政府就会当直接逮捕，感觉有必要嫌烦，无限时间扣留伫特色的拘留中心，那引起香港人的不满，反送中人士烦恼沦为迫害对象，偷渡来台的声音日渐增加，传出还佫带动偷渡的金额一直加悬。化解到新台票381万。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反送中运动一年以来，至少有200多位示威者逃到来台。没办法去预估，因为这样子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那在过去确实有听闻，可是没有办法具体统计数量，因为毕竟他们是走非法管道，他们也不太愿意浮上台面。逃到路线以香港西贡、香港仔、筲箕湾三大码头为逃亡的地点。示威者甲当地船头家沟通介绍了后，改成吊客坐渔船，为香港水域航行到公海，转坐台湾的转接船，过上渔船再往台中、台南、高雄，大约要36点钟。若讲坐快艇，只需要18点钟，不过风险搁较悬。即个偷渡的人士，大多数是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抓，旅行证件被扣押，无法度顺正常管道来台的香港人。你只要去参与反送中的事件，你只要经过他们的侦查或者是他们的交保，那他们大部分都会被没收旅行文件或者是限制他们出境。目前还没有听到说陆委会有给我们比较一个具体的方式，说像这样子没有取得合法管道入境的人，我们要如何处理。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牛爱西有讲，港版国安法六月底都会通过。香港人大声话，讲好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欢迎分裂国家甲颠覆政权的思想。认为若讲中国政府无处理，香港会走上台湾的局面。系唔系个目的啊？系为咗分裂国家，
顛覆政權，所以他用呢些恐怖活動的行為就嚟到達到他哋的目的。如果就係唔管下去咧，以後就會變咗好似台灣咁噶啦。香港律政署長鄭若驊認為，槍擊港獨也屬於分裂國家的行為，目前正調備專門部門負責起訴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記者綜合報導。六月二五，美國的國會參議院嘛通過一部香港自治法，因準美國政府會當針對中國的官員和企業提出制裁。提案的議員佫點名講，這就是要讓中國政府了解，若佫侵害香港人的自由，定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尤其參議院佫決議要求美國政府要運用外交手段，阻擋中國北京發布香港版的國安法。Without objection。美国参议院伫咧二个全部同意通过香港自治法，这项跨党派提案会授权美国总统制裁对香港实行新版国安法的中国官员、企业一个往来银行，冻结个人的资产、无法签证。参议员范克伦讲，这是要让中国政府知影北京继续侵害香港人自由，爱付出的代价。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that shows that.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pay a price if it continues down this path to extinguish those freedom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香港自治法做落来会交予众议院审议，通过了搁再送交予总统签署才能生效。同时，参议院也通过另外一项决议案，希望美国政府运用外交手段阻止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提案的参议员霍利讲。北京对香港自由的侵袭的意图，会被重视、注意、关心。I hope that today's actions will give you an added measure of hope that the free people of this nation and the fre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with you, and that we will not sit idly by, that we will stand up. 为了要响应中国人大常委会国开会，美国国会提出反制措施。英国的前外交部长叶伟强也讲。港版国安法所引发的危机，已经由本土的政治发展成这国际社会焦点，对中国来讲是灾难。We hope that the cumulative effect will persuade Xi Jinping that whatever his aspirations in Hong Kong, he will China, the government he leads, will lose more than it will gain.If they continue with their current course of action, 叶伟强最近加外代港岛平定康联合43个国家的900多位议员谴责北京的法律。联合国前人权事务专员扎胡塞因加8位联合国的特使，伫咧二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位香港问题特使，表达因对这项人道主义悲剧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声头来讲，南北二路的新时代。过去若讲到毕业纪念册，也就是同学录，咱的眼前就会浮出一本册，大本又搁厚的形体。啊，不过今年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过去就摕东厂证人的相片，就去设计做手机啊内底通信软体咧用的大图。这唔若讲与众不同，搁会当来看到大图，就想到对方，有影是物在感情在。今年要对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毕业的学生。为着让家己伫毕业之前，通留下无同款的回忆，特别发挥创意，把同学的相片做成手机啊通信软体大图。因为我有看到蛮多人都是，就是贴图蛮多种样式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一群就有自己的说话方式或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想说，也不晓得毕业礼物要送他们什么东西。我想说，那就做贴图这样，就是上课无聊的时候做的。然后就把我们自己这一群的人，然后会讲的话。把它写上去，他们就觉得蛮好笑的，然后也蛮好用的，因为我们这样其实也不需要打字，就是传贴图就好。现在少年人大致都会用手机啊开讲，准讲平淡拍字，只要团队就好，省时间也省气力，而且和传统大本搁同款款的毕业纪念册比起来，这款行动的毕业纪念册搁愈实用，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用，因为那些照片也都是蛮经典的照片，就是。表情也都很好笑，就是因为毕业纪念册的话，就是有别班的或是班上的同学。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学，就是班上同学就是没有那么熟。大学生配合流行趋势，提同学相片做实用的大图。因除了会当透过手机啊，回忆英国的学生生活，嘛，让大家伫毕业了后，会使继续联络感情。这也是送给同学上届有意义的毕业纪念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够好，够将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
该洗该洗，该问洗字。讲读书，洗读书。国清今日要来招你开讲，要来开讲几句啊？讲甲读书有牵连的台湾话，这拢简单两字的言辞尔。不过古早的讲法甲即马无相共，咱来甲比较一下。头一句，咱来讲学校内底老师，即马咱讲老师，这对华语内底吸收来。古早人讲啥？是啦，人讲叫做先生。啊，不过先生这句话吼，解释几落行啦。唔呐，讲学校内底老师叫先生，够。个就着讲，甲你教功夫的师傅，有时啊，咱嘛叫先生。啊，个有一项就是，咱去看医生，咱去找先生，甲咱看病。咱讲去行医生馆，有时啊，咱讲去找先生。唔只先生这两字，应该解释：一来老师，二来医生，三来甲咱教功夫的师傅。这拢讲叫做先生。过来第二句，咱来讲，讲叫做同窗。即马吼，咱无讲同窗啊啦，咱讲叫做啥？讲叫做同学，对。现代人讲同学，不过较早咱拢是讲同窗老辈，无咧讲同学呢。唔则讲吼，经过出业了后，十档二十档，大家要阁汇集斗阵，即讲叫做同窗会。同窗大家互相聚会，同窗会，即句同窗嘛是古早传统台湾话言辞。过来，同款甲学校有关系，咱过来讲一句，吼吼，即句即卖真少人伫咧讲啊。咱即卖讲宿舍，学校内底咧住吼，你讲吼。无地去住，就爱去学校住宿舍，因为路头远。唔知影讲要租厝，还是讲哦去读书的时阵吼，要去倒位，真正五十公尺许，归去来住宿舍，即落话即马普遍，咱大家拢听有。不过永早宿舍无讲哦，即原来早前的言语，日本时代咱拢讲叫做学寮。对，早前所讲的学寮，就是即马的言语在咧讲的宿舍。不过学寮即马咧讲吼，惊讲吼，甲少年家。有时啊，都听唔捌啊，唔则讲吼。虽然台湾话啊，阁有伫咧传，讲台湾话互相嘛阁听有，不过一言一言咧运用言辞，咱对遮比较，逐句嘛无相共。阁来阁讲一句，这对日本话来的，较早日本时代，若讲读到要毕业啊，小学读两年，已经吼，阁来要读初中啊，这就是讲叫做出业。啊，若日本话咧写，迄个出就是军事枪兵卒的卒，叫做出业。当人读一个噪音，噪作去变作出业，而且台湾歌《小肉粽》内底伫咧讲，出业头路无半项。虽然爸母真疼痛，让我读册几落冬，不过即马出业暂时来卖小肉粽。出业这两字就是对日本的汉字来，不过即马吼出业嘛无足侪人伫咧讲啊。咱即马普遍拢讲毕业，唔只讲毕业就爱骗，毕业的纪念册就爱骗同学录。这也真趣味，台湾话无同年过，无同时代，互相的对照。过来，同款来讲册，咱来看一个自细汉就踮伫咧台中大家遮的青年艺术家，名叫 Paul Bowles， 因为伊去到英国读册，才重新搁反省家己对故乡的感情。近来用去适当亲手画出一本画本，册名叫做《出大家城》。这本画本的内容就是咧描写大家庄内的民众，下面所敬拜的妈祖婆中间所发生趣味的故事。画出大家妈经过荆棘排放，准备要出城绕境闹热的画面。今年的大家妈绕境才拄结束，对国外留学回来的在地艺术家 Paul Bowles 也用伊的画笔，甲大家妈伫咧居民生活当中所存在的痕迹，精确甲画出来。绘本的名就合作出大家城。菜市场，它都被贯穿围绕在这个妈祖庙附近。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它聚集了人潮，所以各行各业还有人的各种生活百态。都这样被串起来了，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仿古地图的方式。波波斯讲，伊之前伫英国读册时，因为受到无同文化的冲击，开始怀念家己的故乡，全决定要甲故乡一挂趣味、搁特别的代志画落来。这里的成分呢，一直到我连去到很远，我去到伦敦念书，都跟我连在一起的这些生活上的一些情感连结，所以我就想说，用一个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把这些东西贯穿起来，变成一种比较普世的情感。绘本当中的滴滴滴滴，拢是大家上界特殊的人文风情，也是波波斯生活中上深的体会。即阵伊也想要甲展出来，予大家欣赏。我们希望在地的这些青年学子，然后跟在海线的这一些美好的创作，都可以在海湾一次来演出。透过即届伫海湾绘本馆所举办的主题展，波波斯唔那甲充满回忆的乡愁表达出来，也予人更加了解大家城的风华。接着报道，同款中部来讲南投，农村的少年辈多数拢出征去打拼。南投县的地方即阵咧满地，步兵就真欠脚手。
钓山家的地龙，咱就聘请一挂新住民的姊妹仔伴，烧酒来斗满地，减轻已经七八十岁老农民的负担。啊，地园内底嘛增加袂少少年人活泼的笑声。脚手美丽，经出又一个地秀。因是伫咧南投县德山镇斗做散工满地的新住民，为着解决地园欠工的问题，自本地农拢请住伫咧附近年岁较大的阿姨阿姊来斗脚手。不过因为人歹请，而且这阿婶的年岁也拢真高，即阵新住民姐姐也加入满地的工课。哦，他们比较会采哦，比较年轻啊。啊，这我们这里都老了啊。五六年前那新住民就有陆续的加入。然后一些补足，就是一些阿公阿嬷年纪太大没办法出来采茶，就多多少少有补足。那做事那开讲，满地阿伯和新住民的阿姐指挥无闲。新住民的姐姐讲，伫咧山顶空气有影介好，满地日子比大工厂搁较快活。空气很好，你早上去采了，下午就可以早点回家煮饭弄饭的。比起工厂的话，我喜欢采茶。我们去工作的话是没有在站立上没有什么站立啊，比较轻松，可以赚自己养自己啊。为着够三顿，新住民的姐姐讲，出外打拼就爱骨力。伫咧家底，大家到本地熟悉真侪朋友，也了解台湾的文化。不过，地龙也是希望政府伫咧地秀大出的时阵，也是爱加派寡人来到办，才有法度真正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度台北电影节昨开幕，这也是自从武汉肺炎开始伫咧传了后，目前唯一一场现场举办大型的电影展。开幕的电影戏出戏名叫做《无声》，内容是伫咧描写特殊教育的学校内底性别平等案件的议题。伊发生伫咧启聪学校一场囡仔之间的游戏做背景，因过游戏的背后是有一挂无予人知的秘密。台北电影节开幕片《无声》改编自德国学校性别事件，导演希望予观众了解事件内面，希望得到认同，甲唔知如何是好的不安。其实我们还是要去讲的是说，关于去理解这些孩子，譬如说，是因为他们其实需要的是我们更同理心，然后一种平视的目光，然后也希望说看了这部片呢，大家可以对这些人，然后有更多的理解跟认同。主要演员为了这部片，要过开两三个月时间去学手舞，所以必须要用更多比较生动的表情动作，然后再加上很多聋人需要。就是真的需要当一个聋人才能演得好。他也为了这部片下了很多的功夫，包含去就是去演一个从一个演一个聋人的孩子，而且他也甚至就是跟认识了很多就是聋人朋友，因为你要真的去理解他们，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学会比手语而已。无声的导演柯真年是一个新导演，他选择的题材其实非常的犀利，而且我相信他也承受了非常高的压力来拍摄这部片子。那片子拍完之后我们看过，我觉得精准利落哦，而且没有新导演的毛躁，非常的沉稳。无声这部片拍算在今年秋天上映，台北电影节第六另外一部电影是以听众演员当明星做主角的《恶之花》，伊演一位无创作灵感的画家，甲捌摕到台北电影奖影帝黄火共同演出。在疫情影响下，台北电影节客户万人，是世界唯一举办的大型实体影展。电影节的主席李平平讲，会做好防疫，和世界看到台湾的电影。记者综合报道。六月二日，嘉义县的故宫南院举办活动，招募众人去看《天狗食日日宽食》，超过一万人去到现场参加。啊，五日节假期则阁推出珍藏宝贝的书法甲册啊，啊，阁有青铜器的展览。故宫南院这边嘛表示讲，地动传染症，民众入来到馆内，若袂当保持社交距离者，嘴炎还是得要尽量挂好掉。平常主动使用消毒设备来洗手。故宫南院伫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一早起就700多人入来参观。故宫南院嘛，伫所有的出入口拢有设备来检查体温，随时注意防疫。入口处的时候就有设那个喷酒精的，只是因为现在没疫情稍缓，只是没有强制人家一定要戴口罩。是不会觉得很不会觉得很紧张，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防疫做得蛮好的。疫情解封了后，故宫人员为着要刺激嘉义县市刷落来暑假的观光市场，嘛甲嘉义县市旅馆业者做伙，配合送免费参观的门票。那我们也想协助疫
方政府能够振兴地方的一个旅宿观光业。我们也希望在嘉义县市地区的旅游的这些人口能够配合，也能够来参观南岳这样。帮大家省一点钱，毕竟大家最近过得也是不太好嘛，就可以省一点钱，大家都会比较想出来走一走这样。故宫南面表示，疫情影响到参观人数，即马解封了后，民众有大大啊增加，目前已经恢复到接近五成的参观人数。也相信接下来活动甲展览会用在暑假的期间增加民众来这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过来嘛，来看世界新时代。一年只当一个时间用奥多麦当作计程车，啊为着要抵挡互相传染病情的情形，司机载人客拢都爱挂嘴安、绑体温。另外，佫新派一顶袂输那像冻皮的透明塑胶棒，以免病毒烧坏，实在真心鲜。大家物件穿好势了，准备要出发去载人客。这是印尼电力看到的交通工具奥多麦计程车，用过这么装备无相同。Untuk partisi ini sangat membantu dan berguna banget dan bermanfaat bagi penumpang ataupun driver sendiri. Seperti ketika driver batuk, jadi nggak kena ke belakang, ke bawah angin ataupun yang dari customernya sendiri atau penumpangnya batuk nggak kena ke depan gitu ya.阮正大个讲个就是即个，敢若是盾牌透明个塑胶棒，拄好会当甲几个卡车片啊挡掉个，甲司机甲人客之间隔开，保人客坐了较安心。Keren, menjadikan customer lebih nyaman untuk beraktivitas di new normal ini, dan kita merasa nyaman aja. 因为防疫，即马伫个生活中有正侪新个概念，因为疫情，印尼有一寡所在已经封几落礼拜啊，奥多麦计程车也禁止载客。这个月初才解禁，真侪司机等真久啊，当然爱做好万全的准备。Partisi plastik ini adalah bagian dari komitmen kita untuk meningkatkan standar, dan kita harapkan seperti tadi saya sebutkan bisa meningkatkan kepercayaan masyarakat. 除了戒棒、挂嘴安、绑体温，这个当然也是爱做。业者的防疫做甲真周全，就是要减少乘客疑虑，或因为疫情失去的人客赶紧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予人讲是五十几年来上界咩非洲沙漠的山顶部。六月二五已经引起到古巴、墨西哥，啊，佮美国的东南边。古巴的卫生官员甚至佮提醒讲，即个用药会予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病情佮较大加重。伫古巴哈瓦那的滨海大道，日头拢予来自沙拉沙漠的山顶部规拢炸掉，规啊路规个变作雾茫茫。这边的山顶部规模真大、真密集，空气污染的情形真严重。山顶群的密度伫日落的时阵会到上悬，会严重威胁民众的健康。Más se recomienda el uso del nasobuco. Bueno, sí se sabe que a las personas que son asmáticas, tienen problemas respiratorios, son los que van a ser más afectados. Muy pequeñas partículas de polvo, de micrones, y además con un aire muy seco. Ese aire seco hará que disminuya las posibilidades de lluvia mientras avanza más hacia el oeste. Pero además, se verá el cielo cuando lo tengamos encima de nosotros en una apariencia.天顶也因为山林暴，变作规个拢落结结。Se mantiene el monitoreo sobre el desplazamiento del polvo del Sahara sobre la península de Yucatán. Este polvo estará presente en gran parte de esta semana, sobre todo este jueves y viernes cuando se esperan las mayores concentraciones del polvo. 根据预测，撒哈拉沙漠的山林暴，离过到美国的德州，影响南方，并且一路向西北方向刷叮当，沿路的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等所在，拢会是影响范围内。上远的所在会当到西北边的华盛顿州。沙拉沙顶部每年热天前后，拢会伫咧沙哈拉沙漠天顶差不多6000公尺的所在形成真大的沙顶云。不过今年的规模特别大，伫顶礼拜形成了后，已经升到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因为美国的德州即马是伫咧新冠病毒的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大部分的人为了防疫，拢会挂嘴安。伫即马沙顶云所带来污染，也可能让居民的呼吸道无爽快。专家建议要尽量踮伫咧厝内，除了防疫，也是避开空气污染。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过道对流云发展真旺，短暂时间变大阵雨的情形会发生。
中央气象局嘛针对基隆、新北和台北发布大水雨特报，阁有针对高雄、屏东、南投等等计共14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请观众朋友，咱都要特别注意陈雷公和大阵风。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下半波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4度。宜蘭、花蓮、台東，28度到35度。金馬、澎湖，28度到32度。感謝你收看公視台記台一波新聞，我是郭國清，下禮拜一波3點，咱再會，多謝你。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五一节得要到啊，嘛有人讲是五月节，也是肉粽节。讲到粽吼，巴肚就枵。但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白粽。白粽汉字写作白粽，罗马字写作白鸭白，紫红粽。白第八条，粽第三条。白粽是用粽叶甲糯米甲料包做伙，用粽索捆捆下了后，落去撒的食物。粽一般拢会包两仁、香菇、芝麻、土豆、辣子，才会粽料。粽叶有用月桃叶，嘛有用竹叶，看当地用倒一种较方便。这个粽叶伫传统的信用里面有辟邪、除歹运的功能，所以食粽也有祈求好运的意义。为了要好看，咱来甲粽用粽色白做伙，伫锁头拍结叫做粽泡，规干的粽叫做粽干。过日节前后，天气热到雨水，真济传染病吼要开始流行。为着要祈求平安，台湾伫真久以前就五日节拜拜的风俗，粽就是真重要的祭神食物。因为粽甲拜拜有关系，就有一挂相关的禁忌，亲像那是五日节敬前，厝里有人过身，商家就袂当白粽，因的亲情就爱白粽送予商家，这叫做送祭。在台湾传统的风俗里面，囡仔是袂当食粽角的，因为惊囡仔捡粽角来食，以后会捡角。捡角就是讲人无路用、无希望、无效啊的意思。五日节正经天气，冬要袂稳定，有时想讲已经就热，又把寒人的衫拢收起来。过无几工，煞阁熊熊转寒。唔只有俗语讲，背食五日粽，破晓唔甘放。意思是五日节了后，天气较稳定，
厚的衫就会当收收起来啊。溜、白掌、掌下、掌坡、掌关、掌节，八只五日掌，化油唔甘棒。虽然掌好食，唔过较歹消化，唔通一摆食伤济哦。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